们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，就是呢，我平常鲜少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，因为呢，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会省钱的人，包含那种公车转捷运啊，我就会算那种两段票，或者是那种6块钱的优惠，就算得非常精。可是最近不是有新手机吗？就是 iPhone 已经上市了，然后我就上网查来查去，查来查去，殊不知。居然有那么便宜的买法！点开你的 LINE， 上面就是会这个页面。这个页面呢，点进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搜寻 iPhone XS Max， 好不好？那只要透过这个 LINE 购物的平台进去之外呢，里面全部都是有3%的 LINE 点数，配上2张最重要的卡。第一张就是这个 LINE Pay 的卡 ，LINE Pay 的卡就是刚刚说的，你拿到点数之后呢，未来可以折抵现金 ，COCO 卡。它是网络平台，它会有5%的现金回馈，然后呢，每一个月的上限是可以消费到6000块，就是可以折抵300块。那我说呢，你只要透过 LINE 购物商城去买，然后呢，选对平台的话，你可以选到24期零利率。不论你透过什么样的管道买到你的 iPhone 手机，因为呢，你可以从网络上买，或者是像是买灿坤的购物网，或者是不同的平台都有不同的优惠。像是我从陌陌网之后呢，还可以去参加不同的，例如说抽台灯啊、满额赠啊的优惠。好，厉害的来了！就是呢，我昨天不是半夜5点下单吗？今天下午3点多，黑猫宅急便打来，他就说：“喂，是关先生吗？”我就说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您的 iPhone 已经到了。”他当然不知道是 iPhone 了，他就是要知道要送东西来我家。然后呢，来了我家之后呢，我的 iPhone 就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做一个开箱。好，首先呢，就是一个最不重要的购物资讯，我直接丢掉。所以呢啊，还有送一个透明的保护壳，可是因为我本人就是呢会马上去包膜，所以我等一下就要去包膜，所以这个保护壳呢我也先接着。哎呦，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是手机本人。哇，手机来了。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技术好不好？你现在是录音？对，真的假的？干嘛？还好吧？因为刚刚我在家经历了大概3个小时的备份过程，我终于出门了，然后我就想说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帮我包膜的人。而且你知道别的手机店没有那么大的膜，这个马上就有。我本来想要继续夸下去，可是这家店除了膜以外，其他也还没有。反正就是那个是大的。很快就包好了，其实生意也还好。OK， 夏天没什么好介绍的。啊，行动电源，这个真的很厉害耶！怎么样的？这是你们自己做的？对，没错，不然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哎，安倍是很大，12000吧？哎，12800可以充很多遍，还蛮大概3遍以上。差不多3遍，而且它是有2个孔，对啊，双数，就是如果你朋友要跟你借，你真的不能说不借。我要跟你讲完这个再录，来了。你知道这种东西有多好用吗？就是因为你知道，有时候你不想带线出门，就把你这个壳拆掉，然后呢，你就换成这个壳，然后你就可以边充电边用，拿在手上就不用带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因为我认识他大概3年以上了，他真的有一次没包好，我还跟他退货。可是他就会帮你重包的，而3年只有这一个小失误，我就 OK 啊。它是3D 的，会有曲面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手机的话，这个边它是做曲面的，所以一般的玻璃技术是不会有曲面的下去。大家像3D，它就不会有一个落差感。对对对，会摸起来比较滑顺。好的，我只能说经历了一个下午的奔波，我终于完成了我的相机跟我的脚架，我居然放在这边一整个下午。因为呢，光备份就备份了3个小时。最重要呢，就是因为我们 iPhone 新的来了嘛，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拍照功能。哦，我觉得差蛮多的。然后，这一支是旧的，这支是新的，它的拍起来的光感明显比旧的好非常多。本人呢也不是一个什么专业的3C 达人啊，或者我只是一个非常喜欢研究手机的人，因为任何新手机我都非常喜欢使用，不论是例如说三星的啊、Sugar 手机或者是华为手机。多人可能看影片就想说，关少买这些手机到底多少钱呢？让我来算给你们听。因为这支手机的原价原本是45500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分成24期付款除以24，等于说我每个月要缴的费用是1895，使用 COCO 卡会有现金回馈，所以呢，我每个月缴1895之后呢，可以折抵到94块钱，所以呢，我每个月可以慢慢扣掉。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扣比较慢的话呢，你也可以。
啊，不好意思，风太大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你觉得比较慢的话呢，你当然也可以选择说用12期把它分掉。朋友也有推荐不同的信用卡，例如说呢，台新银行的网络银行，它有 Richa 呢，你只要绑定你的网络账户，可以变成3.5%的网络消费回馈。那同时你们要注意的呢，包含 Line Point， 因为 Line Pay 上面是有备注说，如果你使用分期付款的话是没有办法累积点数的，所以这个部分也要提醒你们，就是如果你是用 Line Pay 付钱的话，你必须要选择一次付完，你才可以累积到那些点数。透过这次买iPhone 的经验呢，我也研究出来一点点怎么样去让现金回馈最多。其实当然呢，一定不是只有说我今天提供的方法是最便宜的，因为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购物网站还有信用卡，他们同时都在提出非常多的优惠，例如说他可能说刷3万送3000，或者是他有一个名额限制，如果你抢到的话可以再折你3500，等于说不同的优惠你可能要去互相比较，或者是你在乎的是什么时候到货，有些一买了就要预购一个月之后，那或许一个月之后新款手机就出来啦，你就没有这么想拿到了。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呢，我用了稍微比较便宜一点的价格，从 iPhone X 升级了我的新手机，同样也是 256G 的。然后呢，如果说我顺利可以把我的 iPhone X 卖掉的话，我当然可以再回本一点点啦。那当然呢，如果说你有发现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买 iPhone 最划算，或者是网络商城 LINE 购物的点数折抵完配上现金回馈，你可以省下最多钱，你也可以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。当然，我也想说看是不是有更便宜的方法可以推荐给我身边的朋友们。好啦，如果说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铃铛哦。感谢你的热情参与，你已经成功登录陌陌购物网的上新机上市活动，成功续号了限量回馈，现赚3500块。